呀，睇啲咩啊？師傅，對唔住啊，雖然你平時孤寒又度宿，仲死要面，但我今世可以做到你嘅徒弟。加入到馬克又廣場操門派，我真的覺得很開心㗎啦！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原諒我，不要趕我出師門啦！豈有此理啊！話我孤寒度宿又要面啊！睇路啦，行路唔戴眼嘅。Master Hip Hop。哦，你咪隔篱龙霸天啲学生？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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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唔系啦，唔系啦。系定唔系啊？以前系咯，但系依家唔系啦，俾师傅逐我出师门啊！逐出师门？咩年代啊？唉，就系咯，连道歉嘅机会都唔肯俾我啊！唉。是不是真的可以的？那你想不想师傅原谅你？想，当然想啦。那就是咯，我们开始吧。好啊好啊。看看我看看。啊？你看看吧。是吧？一、二、三、四、一。不是这样。再来。这样。哎，回来。这样。好，准备一二三，哎，啱啊！李亚球，你同我出嚟啊！哎 ，Master Hip Hop 冇呃我啊，师傅竟然嚟揾我啦，好感动啊！师傅，攞部电话出嚟。吓？攞部电话出嚟，将条片删咗佢。删咗佢？唔得。点解唔得啊？根据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护作者创作成果同合法权益，所以你冇权叫阿球删咗条片佢。师傅，其实条片啊真系拍得好好噶 ，post 咗上网一晚咋，得到咗超大嘅回响啊！好多人都问话呢一个系一个咩门派嘅运动啊！真系咁多人睇，系顶啦！条片咧前半部分咧几好嘅，后面冇必要咯。啊！如果师傅你肯原谅我嘅话。我咪将后半段删咗佢啦，唔得，阿球你千祈唔好上佢当啊，佢冇权叫你咁样做噶。好啦，我原谅你，又会原谅得咁轻易都有？但你将条片咧后面部分删咗之后 send 俾我，我用嚟招生都好嘛。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25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护作者的文学艺术及其他创作的成果和合法权益，所以如果影片的作者阿球不同意的话，龙师傅是无权要求阿球将影片删除或者作任何更改的。不过故事的最后，龙师傅成功说服了阿球重新剪接影片，这种属于是作者自愿情况下就不构成侵犯创作成果。不过大家在制作短片或者发表公开言论的时候，都要顾及其他人感受，尊重他人。